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主日平安，欢迎收看本周的迦南家事。感谢神的恩典，在上个周末，2023以马内利夏令会在神的保守中圆满落下帷幕。正如我们的主题以马内利，在营会中我们见证了以马内利的神真实的与教会与神的儿女同在。三天两夜的时间里，我们一同敬拜，一同学习神的话，一同活动，使我们在主耶稣的里面充满平安和喜乐。正如诗篇133篇所说，看哪，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善。三天的信息中，主的灵亲自在弟兄姐妹心中动工，有多位决志归主，更有六位弟兄姐妹愿意接受主耶稣为他们生命的主，并在周日下午在众人面前受洗归入主的名下。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。受洗的其中一位弟兄邢振伟在受洗后分享道：我叫邢振伟，于6月18日接受主的洗礼，感谢主赐予我新的生命，成为神的儿女。我希望今后也能像团契里其他的兄弟姊妹一样，尽职事主，蒙神喜悦，使得这个大家庭都能在主的恩典里得到平安喜乐。感谢主。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自由。愿主的灵继续带领感动弟兄姐妹，因着夏令会更爱主，更多的彼此相爱，生命也得到长进。正如亚比斯的祷告，甚愿神赐福于我们，扩张我们的境界，常与我们同在。阿们。